啊？如今，真正无法度阁看到你，望到你，阁甲你讲话，我真正会遗憾一世人。刚才阁有一个最好的机会。我们嘛是想讲试看卖，去拜托你姑母，想讲若是会当让你看到我的人，听到我的声。袂当好啊好啊，甲你袂是嘞，我甲你相识，想袂到，佫会当安尼梦到你，会当安尼甲你揽的，天公伯啊，真正对我真好诶。多谢你，无安尼离开，多谢你，替咱两个争取这最后告别的机会。是的啦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不应该欺骗你，我一直我跟你讲老实话，结果煞害着别人，嘛害着家己。是我让你回心的，我真的就后悔。我应该要送你去上班，我这做男朋友，真正做了就失败。你唔能甲我分析嘞啊！是我看人看袂清，啊，不过总共一句，我欠张超强的拢已经还啊，这是代价，是我失去你。咱两个啦，做伙时间真正真少啊。啊，不过时间若是通定来，我感觉我无熟悉你，因为安尼，你可能当好好活嘞。我甘愿用我的性命，我甲你熟悉，是你让我知影家庭的温暖。是你让我知影，无输的爱是安怎？伫迄病院，我有看到你是安怎替我出公道的哦。所以，阮伫病院、甲白院，还佫有张超强在起来的时阵，你嘛伫遐。当然，嘛还是嘛就看到因互抓着，我嘛才甘愿。姐，最后，我还是想要当你的面。你会是嘞？那是一开始，我无为着要利用你去接近你，你今妈妈咪也尔艰苦啊！无需要，你无需要让我会是嘞。我相信你，是真心跟我做伙，超爱记嘞。咱是美好弟弟。如今。
你是不是要离开啊？我想应该是，因为我已经无危险了。不过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讲的。你可以随时跟我讲啊。我拢听会着啊，只是志翰，你爱答应我哦，别当输过输两话，爱好好啊保重，你一定会找到对你好的人，你就很好的。如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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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过生活。不过你嘛要答应我，若是我有死了，那一定会，一定要继续做伙，好不好？你来一夜几千想怎啊，你哭到这里哪？这根本就是真人版的第六感生死恋啊，我如今很可怜的，我这也很可怜的。缘分天注定啦，怎么能讲他们两个人无缘无分。不过好佳哉，有完成最后的告别，那无？这个是啥乱啦？讲话讲一半，怎稳嘞？啊？妈，少怀在遐，少怀，这里，少怀，少怀，你有安怎无？啊？周丽萍，啊，你怪阮囝来遮是要创啥？龙啊，我怪恁囝。妈，不是啦，是王如七爱我车仙姑阿姨来遮啦。你是讲，迄个查某鬼唔若过来找你，佮佮你骗来遮？不是骗啦，是人要消失啦，当然想要佮罗赞告别啦。啊，敢讲你拢袂记？啊，之前你是安怎混倒的？还阁有你啦，朱丽萍，啊你食到这黑煞，啊敢讲拢唔知影，迄歹命才想了伤济，会出代志吗？啊你竟然无甲阻挡，阁等于第一发烧，你是存心要甲阮囝害死啊是？妈，你莫讲马仙姑阿姨啊，是我家己想要斗三工啦。你莫想讲结点点，你就无代志哦。我唔是结点点啦，我是办法甲你讲啦。你会知呢？恁囝呢做是咧接阴德，对伊来讲是好事。但都是你又相随，食到什么岁数啊，还阁是非不分？哼！你讲我是非不分，你真是胡编乱来嘞！妈，我莫讲骂人啊！妈，你出了代志，莫插嘴。你对少华这么歹是要创啥？拢是你啦，无把少华顾好。这都是你不对，还敢在那家大小声，今日我一定要教死你！我讲你是非不分，你敢不承认？人讲话你无介意听，出手就要打人，你敢放开啦？我看嘞，我第一教是我媳妇，管你什么地位？然后你在我面头前打人就够有厉害，你敢放开啊？你嘞？叫你敢放开，你听着话啦？安怎？啊你？你要干嘛嘞？钟姐，你来走了。我不来，要等你用炮。你想谁？这阮某呢？你这好胆敢也卡着？你即马是惊唔知咯？惊唔知咯，应该是你吧？你关心咧，拍到里里啦啦，
啊，家己拢自身难保啊，搁想要保护别人？头一边开灯尔，你就抓住你啊！你真正笑破人嘴呢！我跟你讲啦，那这场官司哦，真有通打的。你放心，我会偷偷啊传，好好做一遍哦，予你吃紧吃到贵啊！都唔对，我已经找到安破罗相关的线索，而且对阮真有利，绝对会当你转正。你免在遐迷茫啦，那是你小贪的。去买山寨机，迄证据拢已经确定啊！你莫在遐硬拗啦。唔相信？不要紧啦，安尼就等你吃惊啊！啥？什么叫有心啊？刚中呢？伫这个精神，你即马到底倒一间病院？我只要三个死相处。你莫冲动啦，江中人对咱来讲真重要，伊免要出代志啦。爸，你莫冲动啦。听伟哥安尼讲，拢是为着莹莹，你怕伊要创啥啦？莹莹案件，我看新闻啊，既然伊得到胰脏癌，国行当罪。我还是无希望啊！我都用我这条命去甲江中人配，我要让所有人拢知影，我万条万的情人，不是什么人都能卡到的。好啊，恁无要甲我讲伊到底多清白，我家己要猜到啦。你们成功吗？你们成功了！爸，你别讲安尼啊，好不好？江中人伊袂当死。伊有答应我，只要予伊好好休养三天，伊就会当阁用符啊救莹莹啊。潘石明啊，你敢要听看卖？你即摆家己咧讲啥笑话啊？是真实的，伊其实是江道生，伊用转身术变作江中人。你卖冲动，你冷静落来听阮解释好无？哈！陈桂冠，你一直咧骗我。我若阁相信你话，我就是瘾头啊！要跟你问什么？你真是有爸就找什么呢？都因为死老狗提钱甲你生啊！你都自甘堕落，甲伊做伙。我即马就去甲江中人处理掉，才袂让恁两个安尼继续互伊牵咧行。好啊啦！你们一出来就想要用暴力，好不？爸。来啦，你先来遮坐啦。坐落来，啉一杯茶。啊，我找看卖啊，江崇仁住院的资料，我再甲你讲，伊是住倒一间病房，你嘛较好找人啊。希望遮爱困药啊，永对超远五号。先改了在家这个 pass。我连两个现在必须要办完。好啊，你得坚持要台江崇仁啊，我们写当必须要办啊。超越，来，先啉一杯，休困一下。竟然为了要保护江兄弟，对你阿提药啊！